安东。今天呢，我们要开箱的是来自三个我最喜欢的日牌的三件洋装，让我们开始吧。首先第一件其实是一个小作弊，因为在上一期的 vlog 里面已经开箱了，但是没有打开。那么就是这一件来自 JEJ 的裙子的名字还不知道，是鲁本斯的一个画，非常喜欢。然后这一件印花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个样子颜色超级温柔，非常好看，而且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浅金色的腰带这样一个配色。然后呢，它是一个算是一个飞袖这个样子，然后有蕾丝的细节在上面，超级好看。不过一定要说的话，这个季节出这样一件新款有一点点奇怪，因为它是一个这种蕾丝的领子，算是盘领，不是盘领，一字领，然后带一点蕾丝装饰盖一点肩，然后是一个没袖子的这样一个设计，所以其实搭衬衫的话也不是很好搭，因为它领子这边已经有东西了，所以感觉夏天单穿会非常合适。但是不过 JEJ 嘛， JEJ 现在开的预约出货的时候就春天了，所以应该还是很合适的。超级好看。这件裙子的料子虽然上面没有暗纹，但是它是一个稍微厚一点的雪纺，就是不是，我记得骷髅是一个特别特别薄，就像塑料布一样特别薄的一层雪纺。然后这个的话是稍微厚一点，我觉得就是摸起来质感比较好，这样的一个料子。总之我已经词穷了，我觉得超级好看这个印花，很期待上身试穿了。今天我身上穿的是我夏天的最后一条裙子，这是来自 Emily Temple Q 一个以这个菠萝巴菲冷饮甜点为主题的这样一件小裙子，因为是浅蓝色的，所以搭上蓝色蝴蝶结之后，感觉如果换成一个黑色蝴蝶结再加一个白色围裙的话，就会很有爱丽丝的感觉。对，然后后面的话这一件也是来自 Emily Temple Q， 同样是一个他们最近很喜欢出这种领子这里有一些装饰的一件 OP。 然后马上就要入秋了，感觉 ETC 还可以再撑一会儿，就是加上我最爱的开衫们，我就属于那种秋天不到的时候就好想秋天呀，秋天到了以后就好思念夏天啊，就是无论如何都不满意这样的一种状态。好的，那么下一个包裹是来自 Jean Marple 的一件裙子。哇，好好看，这个颜色超级好看，哇塞。好的，这个是 JM 今年秋天的一款新作，应该是叫做女王桌，就是女王的桌子。哇，这个颜色喜欢。对，因为我看到有的人说是玫红色，吓了我一跳，但其实实物就是可能酒红色里面带一点点玫，但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暗的一个酒红色。对，然后还有画册，超棒的。哇， JM 的这个印花，这是之前我很想买犹豫了很久最后没有买的一个，也是一个新的印花乐器饼。对，然后的一个等于是postcard 是个明信片，超好看。对，我的话会很喜欢把 JM 的这种卡片放在相框里面，然后作为装饰。对，但是最近的话因为万圣节快要到了，所以特别换成了这个万圣节主题装饰。然后这边的话也是哇，好厚的一本相册，超棒的。哇塞， JM 的模特图的风格真是太好看了，超级喜欢，感觉每页都可以拿出来然后放在画框里面做装饰。这么一排 JM 过去是吗？因为看了我的衣柜之后有很多观众来问我 JM 怎么买，那么推荐一个代购，就是尤丽酱。对，然后他的话代购 JM 还有 Pink House 是不加代购费的。对，就是日本卖什么价格换算成中文就是什么价格，总之是一个很负责任，然后很敬业，就是做事很有效率，然后也非常好这么一个代购。我相信很多罗娘应该都是使用它来代购，像就是 JEJ 啊，然后 JM 呀，还有 Pink House， 推荐给大家。而且它每次寄包裹都会寄画册，特别喜欢，因为真的很好看。对，所以每次都可以拿到很好看的画册还有明信片。接下来打开裙子看一下，啊，好看，真好看，
超喜欢了。对，然后它的这个背面的话，就是是一个葡萄的这么一个平铺印花，然后正面是有一个定位印花，是在胸前这个位置有一张，是个什么呀？上面写的是 Her Majesty's Diner， 就是女王殿下的dinner。在美国待久了是吧，就看成 diner， diner 是美国的一种餐厅，然后 dinner 是晚餐是吧，所以这是女王殿下的晚餐。然后上面印的到底是什么呀，快，我把袋子拿出来。哦，这个料子感觉比之前 GM 的印花款要更泼辣一点，更结实一点。看看上面写了什么，上面写的是、啊、好大呀，腰好宽。我觉得是餐哦、是菜单，对，是一个很有这种复古印花感觉，这种铜版画感觉的菜单，对。然后他们上面有这个汤，有什么汤可以选是吧，鱼有什么可以选，然后主菜还有甜点啊，羊肉啊，烤羊腿儿，烤羊腿真好吃。对，然后 GM 的吊牌一般都是挂在它里面这个水洗标上的，它每次都会送一块这个布料小样，我也不知道用来干嘛，就是这能干嘛，我不是很懂，是，对啊，是吧，我不知道，弹幕里面可以告诉我一下，送这么小的一块布是要干嘛。好喜欢好喜欢，嗯，待会儿来上身试穿一下。这个是来自郑姐的包裹，这里面是一件 Victorian Maiden VM 今年出的新的 Rococo 花饼的 OP。 对，其实出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就是一直放在郑姐家没有运过来。郑姐包的太结实了，打不开。哎，好可爱，郑姐给我写了一张小卡片，说给安东东 Happy Every Day， 然后画了一个小狗狗，好可爱啊。然后里面，对，是两件裙子，我刚才忘了，还有一个这个什么什么 Lazy Afternoon 的一个 OP。 然后我有买帽子吗？哦，这个，哦，对对，这是我买，哎，这是我买，是我买的吧，是我买了一个配套的。这是什么呀，这什么呀，一脸懵逼。哦，对，还有花儿，就是我都什么时候买的了都。对，然后就是买了三个 VM 的花，因为 VM 那种手做那种花的发夹特别好看，然后你知道的，我非常喜欢往头上戴花，然后就买了啊，买了这些，好好看，就是颜色淡淡的，然后形状定的非常好看，后面是一个发梳，超可爱。哇，我还买了这么一个紫色。刚才直播里面问观众，你们觉得我是什么颜色，结果很多人说是紫色，正好是吧，你看之前的我很有先见之明，买了一个紫色的花。对，这是一个，哦，对，这是一个那个就是呼在头上的那种，其实也就等于是个 KC 啦，但是是用这种夹子，就是夹在头上的那种。怎么还是一个拧的蝴蝶结。好，然后来看一下裙子，居然有两件。第一件是这个，好好看啊，哦，好看，好长呀，而且真喜欢长裙子。对，这是今年出的 Victorian Maiden 的这个定番 Rococo 花饼的 OP。 今年是出了一个，这算是一个中袖，然后领子这边有一些蕾丝拼贴，这样一个 OP。
也是大人气，当时预约的时候是很快就全部都断货了一次，然后后来补货的时候我又约上的。嗯，超好看。然后这一件配色的蕾丝是就是纯白色的，就是 off white 死白色的蕾丝，所以不知道上身以后效果会怎么样，但是感觉上看着还挺愉快的，应该会好看吧，期待。这么多新裙子真是太开心了啊，这一件好看啊，超好看，而且应该比它还要长，哇塞，好看，超级好看，好好看、嗯、然后这一个的话是这个 Lazy Afternoon， 也是 VM，嗯，快要成为定番了，我感觉就最近几年出了好几次，然后出了不同的版型，对，然后我一直没有买，然后这一次看到这个版型我就是完全控制不住我自己，就肯定是要买，对吧？然后是一个三角形这种很复古感觉的领子，然后这一件的话拼贴的蕾丝是生成色，非常好，哎，不好意思，然后这个裙子的料子是带暗纹的，嗯，上面有一点那种，反正就是啊，特别好，就是这种很乡村很古典感觉的印花配色，再加上一些暗纹，然后再加上这个型，太好看了，好温柔，好喜欢。好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试穿一下吧。好的，那么这里就是第一件 JEJ 上身以后的样子，超级好看，非常喜欢。然后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正腰，不加裙撑的话非常日常，加了裙撑之后超级华丽，超级好看。对，其实我觉得在茶会的时候我的装扮是这样的，我转放在这边，对，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就是为了茶会嘛，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华丽装饰性很强的这么一个装扮，但如果你像我这样，如果是不加裙撑，如果只用一些少量的首饰的话，感觉会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装扮，所以感觉真的是很多样。嗯，虽然也很喜欢茶会上那个好几层的衬裙，感觉加了衬裙之后真的很好看，但是嗯，感觉平时这样穿的话会很日常。对，然后我自己的话，嗯，有机会的话会想自己去买那种很复杂或者是古董蕾丝，然后自己做一个下摆的衬裙，这样接上去会非常好看。今天因为裙子比较多，时间又比较紧，所以每一件呢我就只做一个最基本的上身看看样子，之后我一定会把每一件好看的小裙子都做出一个完整的搭配来，不管是拍视频也好，拍照片也好，更新在我的 B 站上面，所以如果想看的话不要忘记关注我。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来自我最喜欢的三个日牌的四件裙子的开箱和上身试穿。喜欢的话请不要忘记给这个视频投币、收藏、点赞、留言、弹幕。其实我从4-5年前入圈到现在，我自己的风格也变了很多，但是就目前来讲，这三个牌子 JJ、Victorian Maiden 还有 Jean Marple 真的是就是特别符合我现在的审美，然后真的是个人非常喜欢，而且表现一直都很出众，审美水平一直很高的这样三个牌子。所以如果你喜欢或者感兴趣，然后经济条件又允许的话，我也推荐你去尝试一下，想必不会失望的。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期内容，嗯，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可他为什么